然后它就加热。嗯。好。等到跳到这个就可以用了。有。好了。那你试试看嘛。哦，看，我先看一下，就哦，嗯，万一它火变小，就代表没瓦斯了。嗯、下面有、嗯，对，嗯，会灌吧？对，对 ，OK。用这个尖端你会吧？嗯，这是还原火焰比较热的地方。我要先把树脂烧掉。但就不用再进电解了，要哦，还要再进，因为这是黑黑的嘛。嗯，这里还是不够，我要再进。但道理好丑、啊，道理都一样啊，道理都一样。你是说跟矫正的是不是？对啊，对，你说，那就先这样。